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史无前例的拿下北马 BDD 三连冠，槟城四连冠。这个荣耀是属于所有东部伙伴的，见证了各位的激情，也见证了冠军的诞生。而这么多年一而再再而三的拿到冠军，证明了我们对冠军有一套成功的模式。要站到这个舞台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有你们的支持，我们走得更勇敢，我们走得更茁壮。成功的人的思维，就有智慧的人的思维，跟一般的人不一样。恭喜 Top Group 再一次的得到北马的总冠军奖，拿下了四连冠。在2018年创下了22个名人的佳绩。Top Group 是实现梦想的平台，如果你有梦想，请加入我的团队。感谢 Top Group 一个那么好的平台，让我成就了人生的富贵梦。感谢 Top Group 成就我的梦想，感谢所有0035的伙伴，让我拿下富贵集团全亚太 Top 10 DSD 北马亚军等三大奖项。这份荣耀属于大家，很荣幸又在蝉联个人销售冠军跟组织销售亚军，获得这个奖项呢，肯定了我去年一整年的付出与努力。那我首先要感谢我们的 CBDD Miss PS Lim 和我的 DSD Tessa Lau 无微不至的照顾跟手把手的把我一步一步带起来。首先要感谢富贵集团给予我这个实现自己价值的平台，这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肯定。能够获得这些奖项，除了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客户，也要感谢上司的提携和关爱。感恩 Top Group 的栽培，感谢0031伙伴们的努力。我们的使命是推广事前规划，圆满人生。他们能上台，确实是经过非常多的困难、挫折跟挑战。我亲爱的拜领弟兄姐妹们，我们富贵集团最值得自豪的，不在于我们从来没有跌倒过，而在于我们每一次跌倒之后，我们都能够勇敢地再一次站起来。挫折对我们来讲是另外一个走向更大成功的一个考验，不要因为眼前的一点点挫折就放弃。每年上台是为了肯定自己在这份事业的努力与付出，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据。一次上台可能是幸运，但每年都坚持上台，那是因为我们对的事情坚持做。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要你相信成功永远属于你。大家记住这个手势，五就是明年我们向往五连冠。富贵事业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别人不做我们做，加入富贵很可能是您一生的转捩点，欢迎您加入我们 Top Group 大家庭。富贵是一份爱的事业，也是一份助人的伟业。平台再大再好，你若不参与，那富贵与你其实不太有关系。与其羡慕我们过着优质的生活，不如大胆加入 Top Group。 伙伴们，请相信我们 Top Group 的这个系统和这个平台，加入我们的 Top Group， 你将会是下一个明日之星。请加入 Top Group， 成为冠军中的冠军。勇敢地跨出第一步，迈向成功的道路，加入 Top Group 冠军团队。想要加入富贵，加入 Top Group， 加入 Top Group， 我们一起航梦，一起圆梦，实现你的百万富贵梦。Top Group 是一个向心力非常强，而且系统非常完善的组织。加入富贵 Top Group， 肯定能让你在事业上冲上更高的一层楼。欢迎新朋友加入 Top Group， 赚取你人生的第一桶金。各位伙伴，我们邀请你加盟冠军，成为冠军。Top Group， a platform built to build millionaires。这是因为你们在座所有人，谢谢你们。